我们酷斯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，就是呢它拥有这个超大的车厢。我们的车厢呢可以放下两顶全罩式的安全帽哦。所以呢我们酷斯是不是很优秀啊？是很优秀嘛。那大家想不想要礼物？想要礼物对不对？来，我发现呢我袋子里面还有一些小礼物，大礼物等一下你先帮我拿着，等一下我们再送。来，小礼物先给松鼠，松鼠再帮我来送。来，我跟大家说到我身后这台 Qq 呢拥有这个超大的我们车厢置物空间，可以放下两顶的全罩式安全帽。请问这么优秀的车款来自于哪一家开发的？哪一家？哪一家？哪一家呢？哪一家？SYA 随时要帮我喊出来嘛？哪一家 SYA？ 因为你前面如果没有认真喊，我跟你说，后面呢你想要拿毛巾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卡痰喊不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主持人跟大家讲的诀窍，所以前面不要开始一直练习练习，一直喊 SYA，SYA，SYA， 然后主持人注意到你这个大奖呢，就会落在你手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现场也有非常多的购车优惠要来提供给大家哦。我们今天现场呢，提供 GTS300i 即可享有169,990的限时优惠价。这台车的价格，它原本原价是185,900元，那今天呢，限时25,000元以上哦。还有呢，我们今天现场订购再送你1,000,000的精品。那分期呢，在享高额的车碰车险，那30期分期也只要月付5,898。好，我介绍完了，接下来做一个礼物由你来送，等一下由你选，由我们的袋鼠来选。我想要问一下大家，我刚刚说到我们今天 SYA 现场有非常多的购车优惠，像是呢订购我们的 GTS300i， 它原价要185,900，今天让你现省25,000，它只要169,900元。请问我们的 GTS300i 是来自哪一家？来，首先放下1,2,3的时候帮我大喊 SYA， 你帮我选一位。来，1,2,3，今天的妈妈其实跟我们的阿爹一起。来，刚才谁还没拿到礼物的？谁还没拿到礼物？好，我们袋子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小礼物。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拍照时间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一场呢，我刚刚说的这个车款这边来拍照，来，请我们的松鼠跟袋鼠跟着主持人移动，大家也跟着我来移动，来，这边来拍照啊，来，我们的这个 GTS300i。来，大家今天要拍照的话，请麻烦移动来我们 GTS 这边，因为我们今天 GTS 现场有做优惠的价格，让你现省25,000元，它的原价呢是185,900元，所以现在是千万不要错过现场限时优惠价，只要189,900元。那让我们今天现场订购有5,000元的机会，分期呢再享所有的车后车险。5,898。那麻烦大家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脱鞋哦。